我看这一题，他说甲乙两人同时走150公尺啊，甲呢花费了2分30秒，乙花费了2分15秒。好，那么他问说哈，甲乙两人的速度比是多少？我们这个把它化成分钟，这是2又2分之1分的，这个就等于2分之5分，这个是2又4分之1分嘛。这是等于4分之9分。好，那 V 甲 ，V 甲就是150公尺嘛，除以2分之5分，这多少？35嘛，就等于60啊，这60公尺每分嘛，我就到等于60公尺哈每分。阿威乙呢？这等于150公尺嘛，啊除以4分之9分，等于多少呢？33得9，35，等于3分之200公尺每分。好，那这样呢？它的这个速度比嘛，就 V 甲比上 V 乙，就60公尺每分比上3分之200公尺每分。好，那我们先算比值啊，先算比值，这个得多少呢？等于是这个除以这个，就60乘以2/3，那这样的话等于多少？这个多少？这个是23得6，就等于10分之9了。啊，这单位可以约掉，单位约掉。所以它的比值是9比10，所以就晓得 V 甲哈比 V 乙哈是等于9比10啊。哦，比值是10分之9，啊比的话呢是这个9比10。